那也是黑的。还有呢？还有方法豆呢。他说啥你都看看，这黑皮在那儿呢，还能虚点儿吗？那后面黑毛看不着啊，不是说就是好吃。你上那儿拿去四八二，你说气死我了，你上那儿瞅啥，你那眼神不好使。你眼神好使，啥都不认得。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啊，啥都不知道。你俩一来一回的，你俩一回的。那个排骨当腰哪一块啊？哎，多少？那多少钱啊？这十，那个卖十，一百十啊。那一瓶儿一种，小十二那是不能卖的。我就那会儿多少钱？才管二十。那条儿，在那儿过的哥。收着收着，哎，这都不收啊！哎呀妈呀！我这样你，你知道我卖他时候就跟签合同似的，成年的，哪季都得二三百块钱。是北京的吗？你是这个是北京的，你看那车都是北京车。那种车是北京的？那你说。你这大车，你这那车多少钱？二百二，花不掉了，累死了，累死我了！今天早上都把我累的，拿着就显摆呗，找不着都找不着北了，把我累的。二百二。飓风，我赶来，我整懵了我。你给我好好看看，多俊呐！一百，哎呦，别看朋友，放心吧。这东西是哪的？这块儿，这东西是送家去。真是，不要着急，慢点，慢点，巧了。来，给100块。三十块有十块钱的那头的呢？那块没有啊，那块。那你那块？那我不行。啊，行。这个再凑上一个再来。
玉峰之前土豆，虽然三斤十块。多少钱一斤？十二斤，十块钱，四十。玉峰之前土豆，虽然三斤十块。这块给拿上吧，郭姐吧，郭姐吃，黑的不好碰。玉峰甜土豆虽然三斤十块。这个太重了，玉峰甜土豆虽然三斤十块。这些袋子没少花钱，啥这他妈的这些？玉峰甜土豆虽然三斤十块。啊，这个哥，玉峰甜土豆虽然三斤十块。一吧，哪个？玉峰甜土豆虽然三斤十块。十块十一。玉峰甜土豆虽然三斤十块。买那了就买不着了，太多了，零三几毛，没那么鲜艳。玉峰甜土豆虽然三斤十块。那省多少钱了？你拿这块更省钱，这地方那块儿三斤十块。哎妈，这块还挺肥，这多少钱啊？那二十，三斤十块。排骨，那是排骨，那不是肉。玉峰甜土豆，虽然三斤十块。那行吧。玉峰甜土豆，虽然三斤十块。十块。玉峰甜土豆，虽然三斤十块。这俩也行。玉峰甜土豆，虽然三斤十块。那都一嗦嗦，那就这人干活肯定慢。那你们就看，咸汤豆粉儿恶心的。嗦嗦这个饭你能吃？咸土豆，虽然三斤十块。能不知道就买面团。你说的玉峰甜土豆，虽然三斤十块。哦，就那些个名单。这也够啊。那没事大哥，怪不了你，听我的，没毛病，我不骗你。你不是说是搁多少冰冰的他就不坏了，他不带坏的。毛病，一点味儿不带有的，我知道。当然，就这个，这一卖十块。200。这是钱吗？我真的没想啊，过去了，我看一眼。80。玉峰甜土豆，虽然30。那边10块，90块的，还是黑姑娘啊！你们回去吃吃。甜土豆，这猪你们回去别当白的吃了就中了啊！过去了啊，你这吃两口不听凉。玉峰甜土豆，虽然30块。70。再给我一个袋儿中吧，套上一个。你算，你不算？来算钱。再套上一个。
你给他留点排骨。稍等一下，哥，别着急。不用那个客厅这儿，我就跟你说实了，我去哪去了，他就剩你妈那点了，咋用我那鞋了？放上底吧。就这猪血贼纯，这猪咋没人吃啊？二十，三十五块。巨峰甜土豆，虽然三斤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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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块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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